今天绝对是值得纪念的一天，我只差一个银币啊，就能招募桀骜老马了。所以向组织首领请求了一下，人家果然分给我了一个要塞礼包。这等了好几年了，终于要招到桀骜老马整卡了。看到没啊？99片啊，就差一片。招募完之后啊，到这个装扮里去看啊，因为在忍者界面是看不到的。在这个装扮合成即可，哎呀，实在是太激动了呀！众所周知啊，组织商店里面出了三费的三种形态，比原皮啊要强太多了。桀骜老马有两个大招啊，分别用两个技能命中即可解锁，几个技能可以无缝连接，打出爆炸伤害。但我在堂堂第四组织啊，都比那些最早拿到的玩家晚了将近一年啊，普通玩家想拿到它得有多难啊！